新闻现场带您关注今天的天气。轩岚诺台风强度再度的提升重回强台，而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也从280公里扩大到300公里。脚车也稍稍的加快了些，逐渐在往北离开台湾。而气象局在刚刚稍早也解除了陆上台风警报。至于海上台风警报，预估要等到晚上才会解除。而北台湾跟中部山区仍然是要严防大雨跟豪雨的，甚至是大豪雨。其中新竹县、苗栗县以及南投县山区要慎防土石流。 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持续针对全台15个县市发布降雨的警戒。这是我们对你的气象小叮咛。我是喜固雅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